好了，我们今天来改这个贝菲特战兵哦，可以看到哦，加速其实很快呢。从中间开过去，等，后面还有两个这个可爱的尾翼，这是尾翼吗？哦，它的引擎，它的排气管在上面会喷火啊。OK， 我们直接开进去改啦，好不好？贝菲特战兵啊，战兵。OK， 我可以看到，哇，好像是车灯一排的，好酷哦！它是，我不晓得它是哪一台啦，稍后我再补上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刹车改下去之后，才加一点点啊，引擎盖，有排气管，我还是喜欢在上面的。对啦，其他全部都在下面的，上面比较厉害。OK， 那这引擎盖有什么？加上碳纤维简朴版的，这也是碳纤维。看起来好像简约的版本比较好看哎。这也 OK， 这样选哪一个呢？我犹豫哦，啊，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大灯就这样吧，大概改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涂装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德国的感觉，德国的国旗吗？这个？就差不是 LV 啊，垃圾。呀，垃圾。异色垃圾是红色的，是怎样被泼到的？好哦，看起来我们就选这个好了，好吧？经典条纹啊，日耳曼涂装。那这个颜色用什么颜色好看啊？搭配德国的国旗啊，就有点难选择啊。绿色、蓝色。蓝色也蛮耐看的，选哪个好？棕色，看下金属色好了。好了，银色。那这个副色调在哪？哦，椅背上面的线条，亮色一点吧。好，那装潢颜色。这个是哦，仪表板上面旁边的这个边框的颜色，这个就大概选一下吧，反正颜色其实应该搭配一下我们的外观，应该是要亮一点的。这个好了，好吧。那侧裙有什么？哦，加上涂装啊，加上涂装的侧裙啊，那这个嘞？是侧旗哦，其他全部都是这种一般的扰流板、啊、我们就维持原厂的好不好？原厂的设计，这个好大，原厂的好不好 ？OK， 进书箱，看不出来哪里有改，应该是改到满了，还有什么轮胎吗？酷欸，喷火，你看到上面喷火了。OK， 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吧。车窗稍微暗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去试一下车子啊，好吗？看一看这台车到底有多快啊。顺便录一下封面，看一下。刹车的时候喷一下火。起步很快。差点撞到不会让下，对不对？应该要让一下直行车啊。
有蝙蝠侠的感觉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shit 好哦，太快了哦，撞到了啦。哦，超车，那速度很快哎。我们到时候再测试一下，到底轻车有哪几台最快，好不好？那，这台车在小巷弄好像不太好控制哦。等一下，我只是切个视角而已啊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我们来实际测试它到底耐不耐撞，好不好？真强啊！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哦哦，没有坏，没有坏，是哦。来来，飞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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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。撞坏了啦 ！Oh no, oh no！ 滚下山！飞飞飞飞飞飞！哦，水哦，撞烂！真是，子弹还蛮耐撞的。哎呦！然后再飞，再飞，再飞，飞哦！不够高啦，好不好？那影片先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再改新车。先这样啦，继续飞。摔烂他！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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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ber, my run through the money.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 Tell me I'm garbage.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.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in progression. It's all that I wanted. The foe in affection. I summon and dub it. '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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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ber, my run through the money.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